港星张柏芝除了经营演艺事业，也推出了个人时尚品牌。然而，他的潮牌于2019年开设实体店面后，却碰上新冠疫情，最终不得不在今年8月1日宣布门市停止营业，品牌转至线上销售。没想到张柏芝在8月底无预警宣布停工消息，并透露因身体健康出问题，需要短暂休息，才不得不取消安排好的工作，引起粉丝们担忧。所幸休息了半个多月后，近期他终于回归工作。日前搭飞机时还被网友偶遇了，从网络上流传出的照片中可以看见张柏芝绑着高高的马尾，脸上似乎没有化妆，戴着墨镜现身机舱内，她看起来气色很不错，引来不少网友惊呼张柏芝的样貌真的太出众，果然是女明星啊。Bye.